了。江小媛，你竟然把我们的秘密告诉了病毒，你怎么可以？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的秘密告诉病毒？祁连不是病毒，他不是。来不及了，江小媛，他来就来不及了。走。祁连。找你很久了，小媛，你快跑！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告诉我徐静阳在哪儿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只知道，我要是不杀了你的话，我们俩都得死。好，那我换一个问法，你跟明光实验室是什么关系？你知道灯塔系统吗？暴露了，你暴露了，你怎么知道灯塔系统的？灯塔系统是霍博宇游戏的名字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那个名字是徐静阳告诉的。撒谎，你撒谎，根本没有叫徐静阳的名字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就是利用你把我引出来。江小媛，我不知道你们谁说的是真的，但如果选一个人相信，我选霍博宇。我们想要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一样的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江小媛，你冷静点。江小媛，如果是因为灯塔系统，我可以解释。我想回家，他也想回家。我们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小媛，快跳，不然来不及了。祁连，谢谢你。江小媛。